苹果是什么呢？花了15000多块钱一平板在这个房上，结果交房的时候就这种结果，没有进过门，找地产告我们只能走窗。电梯可以打开，想进里头就是进不去的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门是打不开，根本就不让我们打开，就算能打开，它是堵墙。看见没？里头是墙，砖墙。人家这个电梯打开以后，看到没？搁里面，这个是进货门，我们人家就有是堵墙。啊，就是我们在里头那个看拍的那栋墙，这是电梯打开是门的，它是通的。然后这个是个防盗门，是进货门。最后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呢？它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套内的，我们现在合同上跟着开发商签的，我们这是117平。那现在我们实用的面积够不够？实际面积是这个，如果开门，电梯间不算面积。是不够的，就是112平，差了5平，把这家里给凑数了。对，他就是为了凑数，凑到117，把这门给我们挡死了。现在就进不来，行，走这窗户。让我们找这窗户，这不叫进户门，这是窗户，70厘米，这个落差。这我是年轻人，一下就上来了。这老头老太太，这怎么上啊？一共我们这个园区是20多栋楼，其中只有4栋楼10户是我们这种情况。自从我们收房之后，我们屡次找开发商协调解决，就说后来他就说了，说我们压根就那么设计的。物业是一个当时开一个口门，他就是申购违建，跟你们走法律怎么？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